开始。在这次直通之前，调整到了一个极佳的运动状态。是刘丁硕和周启豪的比赛，两个年轻的小将，而且都非常有冲击力的。对，比我差了。顾雨婷的反手得分还是排名很靠后的，是吧？对，反手我们就是对一个运动员，他基本上哪边的是特长，哪边是相对薄弱一些的地方是比较了解的。这个苏明在加油。是，刚才咱们觉得上一场比赛可能有一点啊，看球的这些球迷他也是相对在一起在互动的。他就整个的状态就不一样。对，而且输了第一局之后，心里想的就是我一定要拿下第二局。对，他本身动摇一些他的信心。其实足球比赛里面弱队打强队也是一样的。对。输的，都说嘛，看球的比打球的更紧张。发球换了个站位，就是不仅是喊的专业，然后对比赛的解读也特别专业。我有的时候会去看他们。对这个整个的弧线来说，确实是有些影响。如果按照之前的，一再发到他的反手位，对。哇，超凶！好球！所以他刚才对自己这球确实也是很不满意。对，反手台发球判。漂亮，好球！哎，以前那么多回合了，以前感觉非常激烈，一打打很多板。这次好，好球。哇，好球，漂亮！说的这个很慢。领先那么多，哦，好球！哦，好球！好，
这就比较轻松啊。对，这样的话，刘诗雯以11-3。